哎呀，可坏了事了，我去，这不乱套了吗？这不乱套了吗？这什么，在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炉板吧，倒，哎呦，三哥呀，三哥，你蹲一点，你别着急，老大，快救不上来，快救，这好像全是炉板，这是梭鱼，这是。三哥，撞的吗？撞没撞？不然什么东西，这都是？他这么稀龙乱蹦还了得啥？老大救快，老大救！老大，这船飞出，反正船飞出去了。哎呦，我操的魂啊！这，哎呦，道童，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三哥，这不是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鲈鱼，这是地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别告诉我。那是鲫鱼是吧？这怎么还有什么鳜鱼或者啥鱼？哎呦，哥们呢？这么些大鳜鱼还得了？这不乱套了吗？这是鲫鱼，这拐了，哥们呢？这是鲫鱼，这拐了。老大，到船子了，老大，到那河洞上的河洞，这靠侧面的。哎呦，这他妈坏了事了！这到哪样的？跳错，别着急，不着急，这什么？看这什么？哎呦！救！使劲救！哎呦，哥们，我操，坏了事儿，放在这，把这就唱着的，哥们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他妈好像是鳜鱼啊，花鲢呐，鳜鱼啊，啊，这还了得？哥们，点关注看直播啊！这家伙，这不乱套了吗？大爷。有一群鱼群，要划个扣鱼网。看到那个黑地方了吗？河里面黑鱼有一个黑疙瘩，鱼群来扣上渔网。老铁们给个双击，评论666。看到那个鱼群了没有啊？鱼群开始走，逮了呀，逮了，有鱼群啊，老铁们，不得鱼群，看，我看见个鱼群，不知道是什么鱼，应该是餐条或者是鲫鱼。来，咱拉上来就知道了，盖住了吧，盖住了。来啊，老铁们啊，咱看这一网，看能撒到什么鱼。反正是有一个黑鱼群盖住了。看这一网，看，如果说要是白条的话，可能得有好几斤；如果要是鲫鱼的话，得有十来吨也得住。来看看吧哈，如果鱼货给力的话，一定要，给个红心，点个关注哈。看这网有多少？哟，光膀子就了，哎呦！这又会一清好吧？哎呦，那鲫鱼拉不动，是小鲫鱼都拉了吗？哎呦，你别喝啥，叫在地方下，不是小鲫鱼，应该是小鲫鱼。哎呦，这下子，这个鱼残条鲫鱼。哎呦，好满了，老铁们，哎呦，这鸭子，哎呦，这鸭，哈哈，双击666，老铁们，双击666哈，哎呦，完了。黑疙瘩，我没来到这个地方就看见这里面有一个黑群，哎呀，鱼群一看啊，哎呦，十来斤，哎，666，老铁们啊，双击评论666，行了，这一网够刺的了啊，哈哈，嘿嘿嘿。